有可能来逆转，它台柱子要稍微给它堆高一点点，甚至一个弧一个字幕逆转。哎、欸，对，而且我们唯一好像这一圈没有什么进展哎、欸，目前没有什么讯号的感觉，啊、有点久没有声音了，没有消息了。我、哦哦、这边金元哥持续来进攻，哎、欸，有没有发现金元哥开始把牌摆好之后？好是不是排进的好像比较顺畅？对，好像因为他说他刚才也有讲说他要改变一下方式。哦，东风又来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感觉这个是他的改变，哇，直接拆了六条，一碰听的，一进听，一进听，哇哇哇哇哇，哇，这个厉害厉害，这边刺激了，我们这边尾音也进了二条，我摸起来有没有二条、啊？可以可以、哦，这个可以，帮忙来了，多一门，嘿。哇，二万，而且二万是瓜哥的孤张，瓜哥感觉很想赶快丢啊。对他现在在扣扣扣那个，赶快想要赶快跑。扣扣扣，瓜哥，哦，二万，先打北风，啊，北风碰起来。哦，这边上碰有没有进牌？啊，有，感觉有哦，感觉是五八桶，是吗？三条，哦，三条，可以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啊，瓜哥的二万感觉马上就要来，哎呦。Cindy 的这个酒饼不小心被看到哦，他们现在有记得杠，一条先吃的啦。等下，所以二万不用，我们金元兄听五八桶。好，这边四公分五八饼，二万又来。好，五八饼现在很多哎、欸，八饼自摸吗？八饼没有限哎、欸。等一下，建明哥。等一下，好，建明哥来自云林的建明哥，他说宝宝嘟嘴很可爱。好客嘟嘴更帅哦！感谢建明哥，感谢建明哥，谢谢建明哥。五八桶吃货的世界，可惜哇！维盈这边也听牌三四万，现在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感谢建明哥，谢谢建明哥来帮我们抖内，感谢您。好，这里 Cindy 也听牌六九万，三四万啊，怼哦，先怼哦，怼这边怼哦。没有啦，这边 Cindy 很紧张，我以为你要糊了。吃这个上碰，真的假的？南风三四万，哎呦，五桶，哎哎，金元哥本来自摸哎，如果、哦、真的吗？对啊，瓜哥如果不碰的话，他是自摸哎，哇，金元哥的自摸，哇，那 Cindy 这里的庄家就有点可惜了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最可惜还是金元哥，金元哥本来自摸。对，因为刚刚瓜哥是碰牌，不然这个五饼是金元哥会摸到的。因为这五八饼的张数非常的多。不是，重点是，而且瓜哥的这个碰比较偏防守碰。对，因为他可碰可不碰。因为他有一砍的五饼，五万。哎、欸，有五万。哦，那这个瓜哥其实选择正确，因为他还碰完之后还去拆了红中。对，所以金元哥五桶，因为我刚才在看金元哥或是尾影的牌会不会掉下去，或是跑上来，结果真的掉到这个五饼，掉到尾影这边。对，